可怕哦！在哪？在哪？在哪？你们出来就看到了。哦，可他们都有装备嘞，好可怕哦！我们是不是要炸开了？我们还在逛街啊！这牛排好少块，这四块。哎、欸，他拿弓，什么东西？他们好凶哦！我回家了。凶逼不哎、欸！我哎、欸，我还捡到一根剑士。我根本归家、啊，躲在家裡、欸。很痛。我我要归家里，我先把东西放到这里，这样才不会。等等，凶爸爸，凶爸爸啊！好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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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很痛，很痛，好痛，好痛，可以逃回家里面，可以躲起来吗？应该不。哎，会喷装，赶快打！他们会喷装。等一下，我要死掉了！火力支援，出去！哎呦，为什么要跑？等一下，那个拿装备准备太快了吧？他们可能都集资弄装备了。没有，装备只要一个绿宝石而已，很便宜。哇！啊？快打！他们快死！啊！哈基！耶！哎，好痛，痛！杀团团！他们要回血了，他们回血了。好，这个是混战哎！哇！耶，捡到一些铁。你们要不要？有人先去买一下装备，然后我们先扛住。小雨去买装备，你先扛起来。感觉有需要一些人免洗啊。对，我们先帮那个买装备的人扛一下时间。花剑很想射Sure。我这边20个绿宝石。有我有。其实大家都可以买一下啊，感觉。那中介箱是共用吗？还是？不是自己的啊，是个人的。哦好。哎呀，我刚刚点太快。反轻松啊！我也来帮忙。不用了啦。刚不冲，退什么退？我赶快被打死了！他有攻，我怕。小雨买的怎么样？哎呦，好，杰克你去买装，好，杰克去买。所以他是只能放三座吗？绿宝石？他是挂号三啊，好吧，他也是个三而已。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是实际意思是什么？他们跳来了，给我带一些牛排之类的。两个人，巧克力有弓箭，他既有弓箭，冲啊！哎，怎么吃到？会吃到自己人吗？不会吧？好像不会啊，好痛！呼，噔。No， 没了。没事。哎，卡住了，卡住！刚跑去，彭彭快下去，快点！快，没了，再见神，我来了。哎、欸，打完下去了。好。哎呀！哇，我打下去三个啦！哇，你好强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第一个岛应该要买好痛、啊、好痛、啊、好痛、啊、好痛、啊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。应该放在正中间。下一场之后可以这样子打。对。那他们也会回血吗？就是不会，他们家那边才、啊、就是自己家的才有吧。哦。快去站一下他们家就知道。哎、欸，你又掉下去了。不会。哎、欸，会，站在他们家的也会。就是比看谁比较硬啊。啊！不要打我的盾要坏的。死掉了。哦。所以放在中间，有好有坏。还好吗？还可以。死掉的。这什么游戏啊？不是只是瞎拼而已吗？为什么要打架、啊？我以为是一个建筑的一个游戏呢。我们怎么会知道中间会有一个岛跑出来？我以为这是金银岛里的游戏。那个桥不是好像600不是也会断掉？对啊，还有100啊。天啊，就断了。嗯，所以你的分数计它有什么用啊？加我们分数啊。可是好像不会加，你没有加到吗？
哦，bug。放，反正我们就是来帮忙抓 bug。都放箱子了吧？都放箱子了。好。全身钻装两发就死，这介绍真棒。把那100%的弄出来。那个很痛。我觉得100%很重要。哦，铁有这么多了。核心。墨菲是铁镐。莫非是铁镐？有雪球爆弹。对啊，他说他介绍就是两颗就会死。两颗就会死。可是他上面写的钻装把那个钻装写的超烂的。这就钻装啊！感谢续订。他急跳过去他的岛，我是说那个西瓜岛。诶、欸？是。哦，好。可以都是。那为什么中间卡卡的？团队的分数没加过啊？三百多，怎么可能？没有买分数计，就是很像中间放什么核心。啊、核心哦，好像他们说核心有发之类的。三十秒后。可是哪一个加分的道具？他学习要激活。哦，要买32个铁钉。哦，中间这一个是不是？哎，我这边有铁锭，我放箱子里。应该是要把它放，烽火台之类的。他们来了，大举进攻了，来了，人来了。30秒，哎，他们滴。桥断了，桥断了。桥断了，桥断了。怎么掉了一块牛排？好吃。好。桥断了，断了，断了。好，现在就是开始农庄了。差不多就是盖房子的时候了。啊、快激活吧！哦，所以要用铁镐去挖他们的烽火台哦。要把它挖掉。他们刚刚想要冲一波挖、啊。哦，可是殊不知我们连防都没防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可以用来激活辅导功能。放在黑曜石上，32颗铁钉。换一下，换一下，这箱子里面有。有铁钉啊，换一下。所以是哪一个是我们的小岛？我们岛出去左边第一个。左边第一个，哦，看到了，我放了哦。好，放吧，放吧。哦，有开始得分了。哦，我有3分了，耶！耶，有分数了。成功了。我拿了一把镐子。红队守护者。哦，好多好多绿宝石。是迷失。哦。交换线。红队小核心。所以我们还可以再放一个加分地毯，对不对？嗯，一把。那我换一下，就是怕被挖掉而已啊，知道？你们看到青金石在哪吗？它会慢慢掉，它在掉经验，然后那个会慢慢掉。哦，这里给你。哎，没有了，没有，不给我换。这个是换完的意思，不给我换。你是要跟我抢经验吗？有两个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只知道加分系统外面的放一个。你昨天晃点我，我已经很不开心了哦。哎呦，详细去录个影，等一下回来啊，人呢？人呢？然后就不见了。然后就不见了。这个就不见了。满了，可是我们只放了一个啊。满什么东西？哎、加分祭坛吗？我们的那个加分呢？对啊。所以加分是要怎么赚呢、啊？杀人会有吗？杀人应该没有吧？不然我们刚至少应该也都有杀到人。一兵之地，一兵之地。不是，我是说他交换只能会那个，他交换只能交换两个嘛？可是我们放了。那我们要来个那个啊，战神、啊、也只有一个啊。有人换了，然后没有放吗？激活一兵之地会不会死掉？然后他也算次数啊，就是弹喷掉之类的。哦，
我觉得也算了。有可能呢、欸。要买回来自己改名字是不是？他不是可以改那个名字吗？嗯。喂。战神祭坛，来加我们攻击力。有肉吗？可以给我一点吗？哦，这里有，这里。好。你。我们是能放的都放了、啊，剩战神吧。战神放了一个。哦，我又买了一个。哎。这种刚刚是全场两个还是？单方两，就买两个嘛，还有一个、欸，二方了。快要可以买那个铁加速100%了。快点快点。战神是不是也是两边都有用啊？战神应该都是，它应该效果应该都是两边都有用嘛。哇。这样知道要放哪欸？喂，我要来复活。哎呦，射到了，厉害！那我现在这边有64个，我先买那个铁块加速哦。买吧，买。二零就只有撑这样哦。最时尚的，时尚就是时尚，最时尚。我去买个其他的。买起来。要怎么把绿宝石放到仓库里面呢、啊？不知道，搞不好你拿在身上，然后登上去使用。仓库内的64颗绿宝石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把绿宝石放到仓库。这里不是有一个仓库吗？可是这是提领，哎，不知道怎么放进去。对啊，没有存入，只有提领。太神秘啦！还有，好，先把绿宝石。一分钟，要再干架了。又要干架了，觉得怕。不然我拿这张看看。仓库在哪里？仓库不是不会又躲在那种奇怪的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我先把绿宝石拿去换装备好了，找不到仓库就算了。就先换一下自己的装备啊，弄一下。换装备。繁星，你的弓是什么的？普通啊，强力一。我这里有强二。你确定要我拿吗？我这里有两把了。我比较敢冲哦，你要想清楚哦。那小雨你要玩？一颗。好，给你强二的弓。我现在，等一下，还是你丢回来，我看能不能强二、强三好。好，你在这边站久一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我把绿宝石放回去，缺装备的自己拿。哇，那我当后勤好了。什么叫做小核心啊？红队小核心跟红队核心。红队小核心。那个好像是。岛屿上就好像加分祭坛一样，要开战了哦！哦，要开战！疑惑，那弄所有东西都是一种，还有太多东西疑惑了，毕竟新地图。没事，正常。不过目前这样玩起来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我觉得蛮，就是你一开始不知道有什么岛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打架这一点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真的，我觉得一开始准备时间可能要久一点。真的，连接了，来喽。怎么有去换一将？没有，他们自己弄那个战神祭坛，然后自己掉下去。这么开心吗？我挡你们射。你们好像射的箭有点多。痛，只是不太会中，很难呢。我中了，吸箭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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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那个在边边的那个。来了，冲啊，干，冲啊！